来了个事了哈，你看一下他这一笔是不是就是带过来？所以刚才的那一个事，我认为有可能也是啦。哦，那你看他带过来是不是就变成一个横的长点？事实上不是横的长点哦，就你的手是平的带过去，就尾段这一段变成了横画的一部分。这个大很特别哈，练它几次，下次大家恭喜的大写这个大，超漂亮的，有没有发现？通常我们的大中间那一弯撇，我们是在正中间，对不对？人家不是，他在三分之一。好，那个横画不要写太长，哦，不要写太长，也不要呆呆的一笔画一样粗细。好，好看一下，你这个笔尖下去以后。贴好，往右，好，稍稍起来，好，提贴替，好，接这个，在三分之一的高度，好，斜斜的，弯了，弯了，弯了，这个要比它长一点点，所以你一面写一面眼睛看着，好。好，刚刚有写那个 no 对不对？那个 no 的，哦，左边好像不太一样，对，不一样。好好好，这个是四步，哦，代购的点看一下。咦，贴，放松一下，慢慢来。放松一下，慢慢来就可以了。